Hello， 大家好。今日王师奶咧就想分享我哋中式婚礼里面嘅上头仪式。咁嗰啲物品咧，就其实我哋喺好多即系办婚礼嘅地方啦，甚至系淘宝咧，都可以买到呢啲上头嘅嗰啲物品嘅。咁另外龙凤饼啦，就我哋要香港嗰度买啦。汤圆咧就要煮定三碗嘅。咁除咗放汤圆之外咧，喺个碗里面就会放埋一啲糖莲子啦，同埋啲红枣嘅。咁我都要禀下神先，敬告当天在上，我家儿子王，今日咧就系西历嘅2024年9月14日5:50啦。咁咧就系上头仪式嘅，咁祈求当天庇佑。保佑就合家平安啦，一团和气，万事顺利，招财进宝，金银满屋，开枝散叶，百子千孙，夫妻恩爱，白头到老。咁而家咧就开始我哋嘅上头仪式先嘅。咁咧呢对龙凤烛，帮你点。我哋今天是做十梳的。爸爸你揸住俾我睇下，是不是影住啊？嗱，十梳。唔系啊，你阿猫子应该摆边度咧？攞嚟啦，攞嚟啦。好。一梳梳到尾。梳白发齐眉，三梳儿孙满地，四梳梳到四条银绳尽标齐，五梳梳到五世其昌，六梳梳到六福临门，七梳梳到七星高照，八梳梳到八子千孙，九梳就是梳到长长久久，十梳就是梳到你们两夫妻十全十美。当天大老爷饮茶，当天天神饮茶，当天各位天神饮茶，要食汤圆啊！系啦，好，第一碗先啦，系啦。一食汤圆，团团圆圆，慢慢嚟，唔使紧张，食得噶。如果你系啊，食得噶，全部都。呢个就小心有核嘅。真是团团圆圆啊！好，第二碗，好啦，再吃汤圆，幸福无边。望镜头啦。系啦，幸福无边噶喎，所以更加甜甜蜜蜜啦。
三吃汤圆，夫妻前面。上头仪式礼成，恭喜恭喜！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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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